谢谢张信哲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。是的，2016年微博 King 和 Queen 到底会是谁呢？我们请看答案。截止我们最后的投票截止时间，现在为各位正式公布2016微博 Queen 的得主范冰冰，2016微博 King 的得主 TFBOYS。有请范冰冰和 TFBOYS 上台领奖。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的 OPPO R9S 呢？赶快记录一下这一时刻。来了来了，从那边上台，在那边上台呢。我们有请冰冰和 TFBOYS， 请各位到场中。是。好。微博董事长先生为范冰冰和 TFBOYS 颁奖。我们到台中。今年的微博 King 和 Queen 跟我们的这一次的联合主办浙江卫视也非常的有缘。我们知道冰冰在我们的挑战者联盟当中是固定 MC， 而 TFBOYS 当中的王源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的王牌队长，相信他们会在这位获得更多的大丰收。来来来，您各位先合影，合影完我们再一起合影。曹老板先合影，先合影。这个我可不敢打断啊。曹老板合影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。现在是来，来 ，OPPO R9S 啊，拍的跟单反都一样，来吧。来，那我高一点，各位都我拍着了吗？来，三二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个角度都拍，你要拍一起。不，我们就赶紧咱们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吧，好吗？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还有现场的各位粉丝们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2017年的 TFBOYS， 谢谢。谢谢，恭喜我们的 King 和 Queen， 希望将来有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请大家坐。谢谢，恭喜你们。